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那么很多人听师父讲过，保持自己的十善业，自己走的时候可以到天上，你哪怕不修，你都可以到天上天界。十善业的做不到，就是十恶业。今天跟你们讲十善业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妄语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称为十善业道。不杀生而慈心于人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人只要不肯杀生，你的慈悲心，你的仁慈心已经拥有了。你今天家里如果碰到一个蚂蚁，你放它走和你眼睛盯住它看，我要把它弄死，一个是动心了，一个是不当心把它弄死了，念一遍往生咒可能就结束了。但是你今天我一定要把它弄死，那你这个心一动，你就是仁和慈都没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一个人不杀生害命，就是佛性平等，慈悲救世。任何有佛缘的人，绝对不能有杀念和杀生的行为。中华传统文化当中，孟子啊，孔孟之道嘛。过去孟子曰：“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”听见那些猪叫的时候那种痛苦，那些鸡你要杀它时候那些惨叫，你还忍心去吃它的肉吗？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不杀生非常重要，因为不杀生会培养你的仁慈之心。二，不偷盗，而义利节用。你不偷人家的东西，你这个人是不是很讲义气啊？你是不是没有利益的欲望啊？你是不是有节制啊？对不对啊？所以一个人偷盗就叫不予取而取，就是不应该得到的你去得到它，你会有祸灾。不予取而取祸也，不依正义，就是你这个人没有正义感。还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，不行义利，就是你这个人不讲义气啊，你这个人就不会幸福。不邪淫而尊良守礼，如果你这个人经常邪淫的话，人家就骂你啊，这个淫欲邪淫，那么你慢慢时间长了呢，就不会对自己家庭感到满足，你就不能跟自己的亲人和睦相处。第四，不恶口而出言慈和。你一个人不骂人，你讲出来的话就是善良，和就是和人家和蔼可亲。你去看骂人的人，他讲话出来好听吗？恶口是什么？诅咒别人
啊，古时候讲诅咒别人，恶毒语言，你最爱的人他就骂你。我们最爱我们的长辈了，爸爸妈妈了，就是告诉你们，你骂人，骂人家的祖上，佛经上讲，犯恶口者当受畜生果报。要出言慈和，积德成善，然后呢再为人尊敬，被人家尊敬。好，接下去现在第五，不两舌。不两舌而无争是非。两舌是什么呢？挑拨呀。所以挑拨的人就会搞是非，所以不要去挑拨搬弄是非。这个人如果不两舌的人，实际上他有一个名称，古时候到今天称为修口德。因为你两舌啊，会让别人呐、无风声浪，是非烦恼，你这里讲讲，那里讲讲，甚至有的人啊，扰乱别人的身心，有的是动物伤人。两舌的人还觉得自己我很正直，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所以你不要以为。啊，我讲话两面讲，我是两面劝，实际上你已经造了口舌是非了。所以为什么叫口舌是非？口和舌最容易产生是非。第六，不妄语而诚实无欺。你不说谎话，你这个人是不是人家就认为你很诚实啊？你想一想，你以语言来欺诈别人，欺骗别人，是说不是，明明是的你说不是的，这个就叫妄语。不妄语就是要说诚实的话，不欺骗别人，所以叫诚实无欺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对别人说真话，你的品德很高尚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不说谎，他把事情告诉你，跟你一起想办法把它解决，人家非但不埋怨你，还要感恩你。不绮语，不绮语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绮语而言说有理。绮语是什么？叫花言巧语啊！明明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哎呦，讲得来天花乱坠，他总有道理，叫花言巧语，听得懂了吗？然后呢，绮语里边还有一句话要注意了，叫轻浮无礼。所以一个女人跟一个男的讲那些啊比较淫秽的话啊，这种下流的一点意思在里面，你就叫轻浮。所以佛根本不允许的，你讲了之后导人生诸邪念，导人就是导致别人生诸邪念。其语叫出言戏弄，以为取乐。你以为哎呦讲了句哎呀骗骗你的话啊，最后呢你以为自己很开心，你看这上当了，看见了，就叫绮语。讲绮语的人死堕恶道，死了之后要堕恶道的，永遭轻贱，永远遭到轻贱，被人家看不起。一个人只有远离绮语，心正言顺，心正的人讲出来的话就非常的顺，彬彬有礼，庄严威仪，为人敬仰。好，接下去，不悭贪而慈心舍施。一个人不贪的人，他一定会舍。一个人什么都贪，这个要那个要，这个人不舍得舍出来给你的。
你去看这个人，那么垃圾堆了一地房间，他都不舍得拿点出来给你的，实在发霉的东西他才拿出来的。所以欠贪意思就是自己的财物不肯施人，不肯施给别人，就是不舍施人，不舍施人，明白了吗？不肯施人，但欲归我，什么人什么的东西，哎，你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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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要，听懂了吗？你说这个人说，哎呦，我不要不要，我有了有了，我可以了可以了，哎呀，这个大家来一点，你只要分他东西，他就说来，大家一起来，那这个人呢，脑子里呢就有众生心。所以什么叫天贪，就是追求过剩呀，过追求过剩呀，追求的东西过多了，明白了吗？因为追求过剩，它会产生一种不好，就会产生一种罪孽，明白吗？叫罪孽缠身。所以过去讲，一个人不悭贪，这个人就会要积福积德，这个人就会慢慢的慈心舍施。所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能舍施者可得富贵，一个人愿意把东西给别人，一个人愿意施舍给别人，来大家一起吃，来大家一起玩，来这个东西你拿一点我也拿一点，那这种人我告诉你可得富贵呀。你看小时候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什么东西这是我的那是我的。佛陀讲过一句话，贪多业亦多，贪多的人啊，你的业障啊亦多啊，取少业亦少啊，少拿一点啊，你的业障就少很多呀。你们想想看，你去贪好了，你贪多你的业障越多，你少一点你业障越少，对不对啊？佛陀继续讲，万般苦恼事，所有的世界上一万个苦恼的事情啊，除贪一时了啊，你不贪了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的烦恼事情哪一件事情离得开贪呢？所以人生因为贪越贪越苦，人生不就是因为贪在违法乱纪吗？所以人不要去贪呐，慈心舍施啊，以对治悭贪呐，以对治，对治就是跟他对抗悭贪。你不贪的人，你只要拼命的舍的人，你这个贪心就没慢慢就没有了。下一个叫不称慧而慈人积福。你们知道啊，一个人不恨的人呐、啊，万事顺利呀、啊。一个人恨别人啊，你就会遇事不顺呐、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你不开心了之后，遇事不顺之后，你会埋恨于心啊，然后你会发怒于形啊。你们知道啊，你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是多么的难看呐、啊！你们不要怪你们任何的女孩子、男孩子，你长得再好看，你看看有哪个人发脾气的时候这个脸是好看的？没有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脸是好看的。所以发怒在你的形体上了，因为你埋恨在你的心啊，所以你就会发怒啊，你的脸型啊、身形啊，那种怪样子全会出来了。所以有的时候脾气你会爆发了，有时候会杀害灾祸呀、啊，就会有啊。比方说你恨得来实在不行了，你就慢慢的会起杀心了啊，所以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很多女孩子长得好看点，跟人家闹翻了，你不要她了。就像他死缠着你，你再不要他，他就把你脸毁了，有没有啊？在学佛人当中有一句话叫火烧功德林。有很多佛友问师父啊，我修了这么多年，我也不容易，一直克制的，我就发过一次脾气，
所有的功德林全烧光了吗？不要担心，火烧功德林也是烧你一部分的，你修五年可能烧掉你很多，一年或者半年，不会全部烧光的，听懂了吗？但是会烧掉你很多，划不来一丝，明白了吗？嗔恚心会制造不幸。所以过去在中华传统文化上有一个忍字，忍耐的忍字，心上面是一把刀，心字头上一把刀，你不忍耐，你把这把刀就在割你的心，你忍耐了，你这个刀就不能割你的心，这把刀一直放在你的心上，你学会忍耐了它就杀不下来，你一不忍耐了把你心都割掉，所以叫心字头上一把刀。忍祸解忧，忍耐祸的人会解掉你的烦忧。忍辱那是美德，一个人别人骂你，你笑嘻嘻的，对不起我做错了，那是你的美德呀。所以佛陀教育我们要增进智慧，远离嗔恚。第十，不愚痴而多闻真智。啊，你一个人不去愚痴啊，就是啊没有愚昧呀、啊。你这个人呢、啊，一定会增加智慧的。你什么叫愚痴啊？固执己见，这个人我对的，肯定是我对的，这个人就叫固执己见。然后呢，就是慢慢的偏离正性，没有这个智慧，智慧就没有了。所以佛陀教我们懂得因果法则，辨别是非，增加智慧，远离邪见，明不愚痴，就是不能愚痴，这个人做出来的事情傻得不得了，就叫愚痴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好，这个十善啊，你们做人都需要的啦，你看哪一个不是做人需要的东西啊？你以为啊，哦，这是学佛啊，学佛不就是学做人的、啊、人成即佛成呀、啊。